媳妇儿，你今天发烧了？你穿的什么是啊？烧糊涂了吧？在家的从哪找出那个小红衣服啊？你太丑了你！你这个牛仔裤吧，不是让你扔它吗？还没扔。你扔什么好好的？不好看，我不喜欢。还有这个小衣服，你谁的？我丈母娘的。赶紧扔了。这个是我十八岁。十八岁就穿。二十岁穿那么成熟的衣服，哎呀！运动衣怎么就成熟呢？哪里成熟啊？现在，哎呀！我勤俭持家呀！我之前，你看都洗的掉颜色了。哎呀，哎呀！干嘛这么近拍我？刚才看了一朵子胡黑的地方。啊、我这个胡子为什么会这么长？谁给我剃的？谁拿的不要脸？不要脸！谁拿刮胡刀给我刮的？好了，以至于现在这么长。现在穿一身，我感觉，哎呀！别气我，我今天本来我就头疼，我现在我脑子都要炸了，我让他俩搞的。你看他俩，赶紧，你看那个，可惜，他们两个一放学就疯了，我的天！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你赶紧带着他俩走吧。哎呦，你别看你坐了，一看大老爷们似的，你干什么呢？你那胡子赶紧给脱脱了，你要不把衣服这红衣服一换成黑的，人家都以为是老爷们儿。你胡子怎么像老爷们儿了？你怎么说话的？走，咱邻居正好今天在超市那看到家脱毛的，给你脱脱了。走。脱什么毛？还得花钱。花钱？我问了，不到100块钱。脱一次终身受益，我就是吧，以后也不扎着他了。走，你这以后不缺德了呗，就不更不用扎了。快走了，走，你走不走？走，快走，我不睡了，快走。我再不走，我让你折腾死了。走。你不换个衣服啊？这穿的谁了？怎么的了？这衣服怎么了？行吧，不管你了，回到70年代。哎呀。像不像大侠？走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我们家武大郎非得拉着我去脱胡子。哎，能看见吗？这个边上还确实挺黑的。啊，上次他给我拿刮胡刀刮了之后，我的长得又黑又粗的，扎不扎人可先。然后平时不让我靠近他。非得说我是男人，说我们两个是哥们儿。来，往上方上看看是不是？来，看这胡子，你别动了，别动他。他非得要去给我脱胡子，那就去，赶紧走啊！你看那个猪样，天天嫌弃我。来，带着你们去见证我从女汉子变成女人的过程。哎呀，你哎呀什么？你这个骨子里就是。我把骨头也换他，天天说我骨子里就住了个男人。你别过来碰我，别动啊！你万一碰你娘就活了。那胡子真不短，还怪长。记住呀，瞅近点。哦，对。嗯哼。我这个胡子跟了我好多年了，那舍不得吗你？那当然，比你跟我时间都长呀。看见没有？几天以后再弄一次，说的。20天。20天。对。就彻底了。来，对，彻底不彻底。这是自己的毛囊不得生长，所以说你躺下去就会疼。冰点无痛，痛吗？对，冰点无痛。哎，滑溜了好多。你是滑的那副的效果吗？瞬间感觉自己白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好快，就这么几下。啊，就这么几下。激光也是一把刷。啊，做女人费钱吗？做漂亮女人更费钱。刚才就脱了一个小胡子，100块钱。100块钱，不过20天以后再脱一次。真的多好呀，也不扎人了。嗯，现在我手上有那种胡茬的感觉，有点扎人。希望下一次希望就没有了，以后我就摆脱这个小胡子，从假女人变到小女人了。我们
们现在逛个超市，给小孩买点吃的，就要回家了。拜拜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